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都看着了啊，这不是你说的，你整给人家转事儿了，赶紧转事儿，赶紧，我说哪儿整？三哥这么说的，那三哥这么说的，哪能的？你说你别不承认，你别不承认。用上元吗？有家属电话吗？你？Thank you.
有一个野蛮女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生的爸爸，这个是我家的宝贝儿子安生。安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小家伙，虽然呢有时候非常的凶，一副别靠近我的样子，但是他也非常的想依赖你，有时候呢会冲你撒娇，有时候呢会勉为其难的让你抱一下他。总之呢，我们家安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了，大家了解一下。猫了，来了来了。
Thank you.